诶，干嘛？没干嘛？啊，好慢哦，正常开啊。我要开到路上。买上去就好了。上去你家干嘛？冲呀！切西瓜了。看色币呀！哎、欸，我怎么上来了啦？我不他知要你，道，还没腰哎、欸，我什么都没动。想上来啊？好了，开公寓。来，我给你看什么叫飘。你开我那一台车。搞定。来，音效。啊，准备完成，好呀，金牌啦！白谢谢，铜白谢谢。请问银牌有什么话要说呢？单挑啊！对不起，我错了。你有什么话说？打架啊？打输银牌你觉得可耻吗？请问，不可就问耻，你。这个牌不算什么。那请问是什么牌比较好？当然是铜牌咯。哦，谢谢谢谢谢谢。所以打他。转的有点久。对啊。我觉得在打之前，我们先把聊天室某个在怂恿打架的人铲掉，好不好？看啊，是啊，我的观众素质就是因为他拉低的啊。哦，阿贝哦。不是我。哎，我真的受不了你了，阿贝，哎。那个 A、B、C 也差不多是那个叫什么 H O R R Y 6409的，啊。哦，对，那个也是，哎，乱源。乱源之一，对，乱源。因为他转之太前叫久。优奈的什么忘记了，主人，主人。哦，主人啊，哎，我进来了。哎 欸，我出来哦，了，终于。我被请出去了。我为来，什么赶直接快进出去。来了？因为挑他出战来开了啊。始。你会有人出来的等啊！下，等下，等下，这个战局有点恐怖。赶快进，赶快进去，我要进去，快点邀请我们。我不想进去。啊，我直接跑掉了。我直接开被动模式。为什么只能按门铃？快，邀我们进来。好了。按摇摆，摇摆，摇摆。人笑不是很厉害，去死啊！哇，我用头顶欸。还有你阿贝哈，还有你，他疯了，这个人怪怪的。这个谁、哦、要去啊？暗杀行动，头竟然在路上，磐石蛇喽。为什么你会有个这个符号？你隐身了？对啊，他厉害开了，被动就变这他样，潜行了，跟变态一样。差不多吧。嗯，那也不来哦。谁？你啊？再摇一次吧。我已经跑掉，你知道吗？战局哦。对啊，等我一下，我等下再进，我等下再进，先躲进去。
有红酒喝一下。你买这间啊？你这个间公寓其实是我以前在用的。嘿，第一栋十车房。干我这样捞？啊？有威士忌也喝一下。这样辣不辣？你是说哪种辣？穿着丝袜，然后有一件外套。你觉得我是那种属性吗？喝什么酒啊？怎么可以是我的？好喝。没有，我就等他被传送到医院去啊。再来一杯啊！头有点晕了。那个一杯500哦，我觉得你要心态比较好。你在说什么？我听不太懂。他说一巴掌啊。哦，我懂了，我懂了。你拳过去就好了。嗯。我加我打不到他。好了，可以咬我了。咬他吧。咬。找了一个摩托帮，买货咯。有打牌没空啊？啊，可以的，想要去分两批的。林笑在干嘛？林笑嘞？嗯，干嘛？干嘛？还哦，你在挂机啊？没有啊，我的角色。哦，好了，他走出来。坐在沙发上。哦，那等他，那等他，那个要饿我。动画、哦。对，没错，他，我忘记这个前三个结束的时候会先动我。你刚才比那个猥琐的姿势好吗？变态。那我换一个。我按到水里耶，可是我们阿贝的好友怎么办？没关系啊。哦，他进来了，那就好了。因为他在你的策划室，亲自来了吗？没错，很不请自来啊！走吧，开始。啊、妈，你是250哎！你想表示什么？你的等级好高哦！直接满250开！你真以为我听不懂那个词吗？就是换造型啊！你刚刚穿丝袜吗？答对了，换造型了。没有吧？你刚哪是穿这样子啊？没有，我换造型啊，换脚，换衣服啊。有个人的脸看起来好衰哦。表示谁？就是照到镜子。是啊，我只照镜子。So, before we remove Professor Rashkovsky from his unwelcome stay in prison, we've got to clean up a few other loose ends pertaining to the case. Yes, it's a killing, but no, it's nothing immoral at all. Just lawyers. Well, the professor's old business associate and two lawyers, but really it's all the same. I mean, I always say, if you can't kill a couple lawyers to bend the law to your will, then who can you kill, right? Oh, here they are.等一下，叫做，你要选哪一个？是真听的另外一个吧？对啊。其实我发现是真其实好像不需要用剧情枪决。对啊，反正就不用啊。
小鱼的留言带审核、欸，你看你打的什么废话、啊？什么？你的留言带审核啊？带审核。白痴、喔。你打兔崽子 W W， 还有我来，还有我显示哎、欸，显示或隐藏选一个哎、欸。为什么？我不懂哎、欸。讲屁话吧。兔崽子是屁话好啊，大家全世界不用讲话啦。那个、哦。你讲的是屁话。靠腰。就打打很多打 WW 的嘛，是那个要带审核的好不好？是假的。那我不打 WW。走呗。好，再去。那好的。那我去市政厅好了。哒哒。对啊，市政厅要带骷髅嘛，就是。不然会活活射死。嗯？啊？你刚说什么？哇！我说要带。元宵要被射成蜂窝了。对啊。我。走起。那、啊、等一下元宵我会，啊，再讲好了。我的骷髅马呢？等到了再跟你讲。上车。那首诗在哪里、啊？我记得这不是只要引起一点点骚动，然后在门口堵他就好了吗？对啊。叫。嗯。哎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我们下来的时候啊，你去右侧的车门那边，然后我会把你放在那个物品会掉落物品那边。啊，你等一下，我停，我说好了，然后你就马上上车下车哦。下车上车。那就在车子这边哈。没有，对，你就只要下车，然后马上上车就好了。从这边扔连弹进去，对不对 ？You know?好的，等我先坐到车子里面。没有，先等一下。我们等一下上车的时候，你要先上来啊，我要踩点啊。哦，走吧，走了。我是说，等一下我们下来上要上车的时候。也不用举着枪就死了，看我拿了什么？哦，火神机枪。啊，好像是那一台。要等他下车。好，走。解决。这个楼梯很骑车的，你知道他的判定的。解决了。啊！又来了。怎么了？我猜猜有人从楼梯上摔下来。没错，就是。估计是。你帮他们。干你妈！我是很麻烦。失败。你去用右边的车门，右边车门。哎，帮我标点，嗯。然后等他下车，马上上车哦。我停好，我说好，你就这样就好。好，下车马上上车，上车，走，
原来这边有一条路哦。太多警察。啊？有啊。这样就好了。啊，你离开了。GG。欸，抱歉。不是，是我是看那个岩笑欸。他是岩笑没错。我反正信以为是我。哈，你为什么离开了岩笑？不知道啊，我没有。有啊，就你啊。网路吧。真的，我不是想离开的，我怎么办？啊，怎么不想跟我玩？没有，我很想跟你们玩，真的。我很想拿枪射你啊！差一点点的。我想跟你和平的玩。我都快到你家楼下了。我都快闪掉心了，你知道吗？我。有可以听到你妈一直干你妈了。那我不干妈了。我。该用操的吗？你怎么知道呢？快上线！要再转圈圈。GTA 线上模式，飞弹基地系列赛，双倍奖励以及更……哎呀，我们都在这里战局，开被动。我的高空。被动怎么开啊？按，然后按最后一个。哦。嗯，哇，现在可以开好多飞机哦。咚咚，元宵，你开个自己的那个啦，你开私人好友战局。好。你好了再跟我们讲。正在打架欸，好凶哦。被动模式让我有种安心的感觉。不，等看到外挂的时候你就觉得。外挂杀得到被动哦，可以啊，他用摔的啊，摔，把你抓起来摔啊，他就是把你扶起来，然后扶到空中。哦，我是有碰到一次，是我脚下有火，是把往上烧、哦那個。对，那个也是一个，那個、也是，那好像也是一个烧，也可以杀被动。他就是放一個那阿贝进得来吗？欸、你开好要讲啊。对啊。不是啊，我还在准备，我只是先问一下。加他好友啊。加好友、啊。加我、啊。没有没有，等下我进来他。他就可以进来了，那就好，他加我就好了，或者是你们先先加好友啊，也是可以的。我开好了，好，我进去。最外挂其实很多可以杀死那个被动模式。阿奇在公寓也不是那么安全。我以前遇过有我是在公寓被关起来，就一大堆铁栅栏把我关在公寓。对对对，那是其中一个。我以前遇到一个很夸张的怪物，是他把我从公寓拖出来，然后我直接被摔死。好屌、哦，很扯。然后我进来了，我进来了。那是已经很久的事情。啊，要进公寓吧，也行。先到我家，我出生在一个好远的地方。啊，你没有固定的吗？
研究你的 ID 叫什么？卡瓦邦嘎。就是我的。他就是他弟媳的 ID 啊。全照打就好了。